昨昏困的时阵啊，我已经感觉哦，有人伫外口房间啦。啊，即马无想搁伫咱无咧无用钱的代志，啊，所以就想讲，是毋是真有要房间来找我？我若是让陈秀静上当，去把房间，安尼我就真正下地下地啊。嗯，这样。 老实讲，你是不是继续袂用行路？啊，利用这点得到法官的同情啊？继续袂用行路，爸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卡苏宁的行路，你继续袂用行路，啊，何金玉来固执收留你，啊，你能继续得别你的行者啊？ 爸，我哪有可能安尼做啊？你阁想看卖，有倒一个会当正常行路的人，伊甘愿坐踮个轮椅，过着一世人行动不方便，更何况伊家己一个。姐，头拄你咪讲，你想要来过去做个算哦，要做一个弥补。你敢真正有想心要改？当然嘛有。 经过这样一个代志了后，我这条命全部简单照我都捡回来。虽然讲我即卖脚无都行，不过我是足感恩嘛，足感谢。我即卖是真心想要忏悔。安尼真好，我倒几本哦，心灵鸡汤的册要介绍你看，来，你看，不要紧，爸，我给你来的啊。要紧啊，才几本尔。谢谢你。 这册哦，是励志的册，啊，这几本哦，是正能量的。哎呀，我的轮椅那碎掉的。这，你安怎吧？我也记得。 外脚根本都无啥物感觉，敢讲我真正误会佳瑶啊！想讲爸，你拄则是不是调工咧试探我啊？你脚是不是我都惊着无？我甲你讲啊，你别调工啊，因为我脚根本都无得振动。 我拄则有听到物件，咱都爱啥物呢？哎，我提车后尾才有看啦，确定物件落个拢伫个脚啦。脚安怎无？我脚袂要紧啦，就算较严重哦，嘛无怎会严重。因为我即马脚已经袂振动啊，就算弄着嘛袂要紧。啥物都无要紧，脚无感觉，啊，毋过伊嘛是受伤啊，去房间啊，我替你抹药啊。好啦，多谢你。